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白，欢迎回来传说之下。那么继续咱们的冒险，咱们上。在我讨论安黛因的时候，然后。这两个皮就开始旋转跳跃了。战死！我的天哪，那个难道是一个人类？其实我想，那不过是个石头。哦，嘿，那在那前的石什么？我的天哪，那是个人类吗？是的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战死，我终于做到了！安德因会，我会变得超级、有人员呐！人类啊，你不能通过这片区域，我维纳兰派尔瑞斯会阻止你的，然后抓住你，你会被押送到首都去，然后，我也不太确定接下来会怎么样。无论如何，上吧，只要你够胆。好吧，其实还挺顺利。别担心，小子，我会用眼窝替你盯着的。这是啥？啊，雪铁龙这个少年喜剧演员，为了拥有一杆铁杆粉丝而奋斗。这就是躲吗？他讲了笑话，那我就要回以大笑了。然后这会儿就可以饶恕了，是吧？这是绝对不要动啊！瓦望江，哎，是不是有啥动了一下？是我错觉吗？我只能看见正在动的东西。如果有什么在动，那比如说一个人类。那我会保证让他再也动不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容易对移动感兴趣，爱好包括松鼠。哎，狗对松鼠听听，一点都不要懂。好的，那当然就摸它了，就只能是这一个选项了。哦，我啥？我被抚摸了啊！快！哇，一脸懵逼。就饶恕了。有什么摸我是什么东西？没在动的。不行，我得来块狗饼干来压压惊。狗饼干，就这个。有人把狗粮当烟抽，我的妈呀！厉害。哎，山斯。哎，有些重要的事情你得记住。我兄弟有一个特殊功能，当你看到蓝色攻击时，要保持不动，就不会受伤。给你一个便于记忆的方法。想象一个停止标志，当你看到停止标志时，你就得停下，对吧？停止标志是红色的，所以就把它想象成一个蓝色标志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战斗时想象一个蓝色的停止标志。可是这到底蓝的黄的呀？这名少年疑惑，为什么不叫他冰帽子？冰帽子，真是。不是不是哦，嘿，我的帽子在这儿呢。不行，这个我继续无视，他看起来被打败了。随你便吧，我不在乎。你渴望得到关注，去你的吧，不管。然后你还让我掉了那么多滴血。你真是太懒了，你整晚都是打瞌睡。我觉得呢，其实叫做睡觉。借口，又是借口。哦吼，人类了！啊，为了挡住您的去路，我和我兄弟造了一个谜题。我觉得这些谜题会让你颤抖不已。如你所见，这是一个隐形喇叭，电击迷宫。当你碰到迷宫的墙时，这个球会发出强烈的电击。听起来很有趣，对吧？因为，啊，接下来要享受这个乐趣。我想大家不会有很多。好的，你可以开始了。哎，
下次你整什么幺蛾子？我觉得得让那个人类拿着球才行。哦，好吧。你这不是把路线都告诉我吗？请你拿着这个。好了，现在来试试看，就是沿着路走就可以了。难以置信，你这脚滑了，你这脚滑了蜗牛，你怎么能这么轻松就解决了？就解决了。然而，下一个谜题就不会这么简单了。他是我兄弟善思亲自设计的，你肯定会疑惑很久的。反正我试了。你兄弟是不是有病啊？还得试了。看上去我兄弟的乐在其中。顺带一提，你注意到他穿的那套怪异的服装没有？那是我俩在几周前为了一场化妆舞会制作的。自从他坚称那是他的战斗形态时，就再也没穿过其他的衣服了。你说，我兄弟是不是很酷啊？酷，这是。我不明白为啥这些东西卖不出去啊？这可是吃冷饮。你在雪地里卖冷饮？哦，一位顾客，你好，想吃点棒冰吗？虽然它是冰，但却能温暖你的心。只卖15。滚！那好吧，告诉你的朋友们，有家冰淇淋店就在树林的最深处。我去你了！干什么？走。把这个球往下推一试。哇，这个冰会一直滑下。就是要把这个球送到那个洞里是吗？来，不就。就是考验技巧，要有技巧，你个大冬瓜，算了，不管。我在考虑卖些小吃，想来点炸雪，只要5块，好吗？我说了5块了吗？我的意思是50。哎，50我也有，哎，真的？那5000怎么样？我要了5000，一口价啊！5万？什么？你没钱？哎，没关系，我也没有血。那这边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又回去了，又回去那边。下面这路能走吗？嘿，人类，希望你已经准备好面临。山寺，谜题呢？哎，就在那儿啊，在地上。你相信我，那家伙没可能通过这关。懂了，山寺，那根本就没有用啊！哎呦呵，哎，我就知道今天跟纵横填字谜的。啥？纵横填字谜？我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还敢提它。在我看来，字母重组无疑是最难的。啥？你认真的，哥们儿？那种简单的一塌糊涂的字母排序，那是给骷髅宝宝玩的。真不敢相信。人类，你来评评理。纵横字谜。你们两个太奇怪了，纵横字谜那么简单，每次都是同样的解法，我每次都用字母自己填满。这不是废话吗？你瞎了那个固定，你一定能蒙上去，好吧？因为每当我看着一个纵横字谜的时候，我就只会打瞌睡。帕特瑞斯，他不太懂乐趣是吧？昨天他还在想破解星象，结果被彻底难住了。这是一个泡泡的瑞斯手电筒，人类啊，享受着意念吧，你恐怕不知道这意念其实是坑人的陷阱，专门用来诱惑你。即使你会盲目吃它，然后你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毫无进展，于是再次被伟大的泡泡瑞斯戏弄。泡泡瑞斯，那我不吃不就完了？想到有朝一日耗子能找出加热意大利面的方法，这使你充满了决心。这是我充满决心。
警告狗夫妇啊，什么呀？啊，这块有个刺儿。OK。地图是这个叉，就是没有开关的，真的。在雪地里藏了一个开关，看到。这就是说那狗夫妇吧？这是什么味道？哪来气味？如果你是这个味道，证明你的气味。这就是那个奇怪的气味。这个气味令我想把它消灭掉，把你灭掉。狗夫妇果然啊，如果是气味的话，那我就在里面打几个滚，然后再让你们再玩好了。我们一起踩在人类的海滩，人类的海滩。那就重新闻闻了，重新闻了闻，在泥土里打了几个滚之后，你是正好什么？闻上去像是你真的是只狗。那得摸喽，好。狗都要死了，这咋躲呀？啊，幸好那个斧头就那一次。哎，狗可以抚摸其他的狗，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向我们打开了。谢了，古怪的小狗。啊，幸好那斧子就那一次，不然我要崩了，我的妈！这是什么？把每个叉变成圈，然后按下开关。哦。就像这样喽，然后摁一下开关。什么？你是怎么躲开我的陷阱的？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留一点给我？什么东西？吃掉了。真的吗？哇！以前没有人牺牲过我的手艺，竟然如此！别担心，人类，我伟大的帕帕瑞斯会为你做每一种你想吃的意大利面。你。人类，我该怎么说呢？你花了很长时间来到这里，所以我决定改进一下这个秘术，所以就把雪排成我脸的形状。不幸的是，雪完完全全的凝固了地面，到现在解决的方法就不同了。还有像往常一样，我那个死鬼现在都不在。我想我应该要说的是，别担心，人类，我伟大帕克瑞斯将会亲自破解这个难题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过去了。在此期间，你也可以自己大胆的尝试，尽管我尽量不告诉你正确答案。就是把所有的叉变成圈喽。这个，是不是少踩了？哎，还可以绕一圈回来的。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也给踩一下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至少这样轻松。对，还是不应该踩。这个就不应该踩，这个应该是这么回事。
对，应该是这么样说。哇哦，你解开了，而且还不用我的帮忙，自己就搞定了，难以置信。那人汤那么结实，你肯定和我一样很看重这种礼服的，是吗？那我很肯定你会喜欢下一个礼服，但是对你而言这会太简单了。嘿嘿嘿嘿。哟，上次你来了，解题神速啊，干得漂亮！你甚至都用不着我来帮忙，这很棒，因为我最爱的事情是什么都不干。哦，果然是两个。嘿，是那个人类，你会爱上这个谜题的。这是由伟大的艾菲斯博士制作的。看见这些地砖了吗？一旦我拉下这个开关，他们就会开始变色，每种颜色都有特殊的作用。红砖是不能过，你不能在上面行走。黄砖是带电的，踩上去会触电。绿砖是报警，一旦踩上去你就得和怪物战斗。橙色砖是橘子味，踩上去会让你闻起来很好吃。蓝色砖是水，喜欢的话可以游过去，但如果你闻起来像橘子，食人鱼会来咬你。而且如果蓝砖在旁边的话，靠着黄砖跳水里同样也会触电。紫砖特别滑，也会滑向下一砖。不过呢，地板上滑溜溜的香皂闻起来像柠檬，食人鱼不喜欢柠檬味。紫砖连着蓝砖就没有问题。最后粉红砖，它没有任何作用，你可以随便踩。怎么样，明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很好。那么还有最后一件事情，这个谜题完全随机的。等我拉开这个开关的时候，它会随机形成一个谜题，前所未有的谜题，连我都不知道答案。准备好了吗？啊，这就是那个谜题主要是。哼，一趟粉红砖，随便踩，气得帕克瑞斯原地旋转。事实上，之前那盘赢了。以我兄弟的厨艺来说，那盘还不算太快。自从他开始上料理课了之后，已经进步很多了。如果能坚持下去，我敢打赌，明年他甚至能做出个能吃的东西。我操！这机器不运转。你想到那只狗狗永远不会放弃尝试做出完美雪狗，这是你充满决心。雪狗是什么？先把大围，先把最边缘的绕一圈，绕一圈都快下来了。脚滑了，可能行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头上冒雪，走了。这里好多雪堆啊！哇，好，也就是说这是个小狗窝了。嗯，狗。我操，熊贵狗。我记得我物品那里有个叫树枝的，这个欧派是什么呀？树枝，你扔出了树枝，狗狗跑出去追你们玩了好一会儿，哦，然后就把狗玩累了是吗？那就是可以饶树喽。哦，这也可以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我之前遇到那只小狗的时候，我其实只要扔那个树枝，它也会捡了。那我摸它干嘛？费那事儿。人类，这是你最后也是最危险的挑战，注意了，这是致命的恐怖试炼。只要
我一声令下，那些玩意儿就会尽数启动，大炮开火，剑刺飞来，利刃切割，每个部件都会有疯狂上下摆动。唯一不变的是你秒亡胜算，准备好了没？因为我就要发令了。你在等什么？等啥？什么等啥？我马上就要激活他了。那个，咋看也不像是被激活。好吧，这个难关看起来好像很轻易就能被那个人类打破。对，我们不能用这个，我们是个有原则的骷髅，我们的谜题必须要非常公平。我的陷阱都是专业推敲过的，然而这个方法太过直接，毫无实质。走你！你瞅啥？他只是一个帕瑞斯的决定性胜利罢了。念。我现在不知道我兄弟打算干什么去。假如我是你的话，我会确保自己完全理解蓝色的攻击，就是那个不能动的。Welcome to Snow Down Snowy 雪镇。这个小镇看起来如此友善，这使你充满了决心。哇，确实很危险。怎么那么浓的雾啊？而且这个雾貌似好像还是土呢。人类，请允许我跟你说一些复杂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就像找到了另一个意面爱好者的愉悦啊，偷税。对于另一个解谜大师的崇拜，想要让一个又酷又聪明的人认为你很酷的那种欲望，这些感觉，这一定是现在你的感觉。我几乎没法想象这种感觉究竟是怎样的，毕竟我十分的伟大。我从不好奇有一堆朋友是种什么感觉。我为你感到遗憾，孤单的人类。别担心，我不会再孤单了啊！你不会再孤单。我伟大的帕瑞斯将会成为，不，绝不应该是这样。我不能做你的朋友，你是个人类，我必须抓住你，然后我就能实现我毕生的梦想。英姿勃勃，大名鼎鼎，威风堂堂，威风堂堂。这就是帕瑞斯皇家守卫中最闪耀的星星。调情，你终于开始正视你的真实感受了。其实啊，我是个眼光很高的骷髅。那我会做意面。哦不，你已经达到我所有的标准了。我就只需要做意面就行吗？意味着我必须要跟你约会了。约会还是推迟吧。等我先抓住你再说。什么他妈抓住我再说？这个应该是像羊妈那样是描述吧，一个劲儿描述吧。所以你不愿意站着，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你是否能应对我传说中的蓝色攻击，就是不动了，就只要鼠标不动就没有事，不，就键盘不，只要不碰键盘就没事了。你现在是蓝的了，那就是我的攻击。也就是增加了重力吧。蓝心就是带有重力的，就是我要跳过去了，这样是带有从原先的那种可以随便乱跳变成了带有重力。啊！我才没有想约会呢。我用特殊攻击，我怎么学到我家人的人气了？
惊心动魄。我现在特别慌，我掉血到底能掉多少血？我哦，好吧，掉四滴血，也就是说我就顶多能扛上五次。举世无双意念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还没完吗？安达也是非常勇敢的，对我画了皮。王后以我笑容，会以我笑容去。飞虎之弓竟然花了一分钟的学习后，我能朝他丢树枝吗？我说很多崇拜者，但是个屁的，我能行，每个人都会像你一样，我想，不会，对，确实不会。顶多就只能再扛他一次。我刚才其实太牛逼了，我应该。后边也才吃了刚好。现在不想说话，对，这是人玩的难度。我，你太弱了，我轻轻松松抓住你，我会立刻把你送到小黑屋，或者山斯会把它叫做车库。你现在要被打入骨窝了，念，什么玩意？这是帕尔瑞斯写的便条。抱歉，我得在安奈因来之前把你锁在客房里。别客气，你把这里当做自己家，住宿和饮食已经提供你，所以念。不幸的是，这只是脱水食品。又是这个栅栏，这所谓的栅栏根本拦不住我，好吗？这是什么？哦，通道。我觉得我应该去超市。我应该去超市里多买点东西啊，买点吃的。你好，旅行者。吃恢复十一乘二十二，可以吃两次。哎，那这是稳赚的呀！我再来点。再见，有空常来。哦，我现在是满血，那不慌了，存一个档，再去找帕洛斯。不是，既然帕洛斯我都能打得这么费劲儿，那以后我该咋整啊？我是不是直接凉那儿了呀？能跳过吗？我记得之前有个青蛙，哦，那个人类去哪儿？等一下，不就在我眼前吗？啊，你好啊，我正担心你迷路了，知道你在这里就让我很放心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应该逃跑的，快给我回来。再调一次，盲人战斗围攻可以提前，约会还是推迟。
刺激了。说到刺激，这个慢吞吞的东西我该怎么躲？哎，不对，一会儿要吃，这东西一会儿要吃。现在吃还真是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我做你的崇拜者，你还要这么折磨我？光棍，我吃了大块的。对呀，对呀，我还要和你约会呢，我还要和你约会呢，你不能这样。特殊攻击，嘿，你个傻狗，听见没有？别啃那个骨头了，哎，你干嘛？把我特殊攻击还回来！算了，那我就用个超速的普通攻击算了。哎，现在是彻头彻尾的普通攻击，真是。这哪里是普通攻击？刚才你不是一个档次。我可不想作死，碰他一下，我碰他一下我就废了。好了，很明显你无法打败我，没错，我能看到你的脚在发软，因此我维纳的帕瑞斯这次要饶你一命，我将饶恕你人类，现在由你来接受我的仁慈。这么累挺，你也哄哄哄，我甚至连像你这样弱小的人都阻止不了，安德一定会为我失望，我永远无法加入皇家守卫，而且我的朋友数也将永远停滞不前。我们来交朋友吧。真的？你想要交朋友和我？这样的话，我估计可以给你一个照顾了。哎，我还没开始初次约会呢，而且我已经给自己发了朋友。你是个好人。心里想得到我交朋友所需要的只是给别人出可怕谜题之后挑起战斗。你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我特此授予你通过的许可，而且我将你通向地上的指示一直前行到你将抵达岩洞的尽头，然后你抵达首都之后穿过结界，但是我们所有人被困在地下世界的魔法封印，任何东西都进得来但却无法出去，除了拥有强大灵魂的人，比如说你。这就是为什么国王需要一个人类，他想用灵魂的力量来打开结界，这样一来我们怪物就可以回到地上。哦，我差点忘了跟你说了，要抵达出口你得穿过国王的城堡，所有怪物的王，他是一个大只的毛茸茸的好好先生，人人都喜欢那家伙，我肯定你只要一说
不好意思，竹木先生，请问我能回家吗？他就会亲自把你带到职业前。总而言之，先谈到此为止，我会在家里等着你，做你帅气的朋友，欢迎随时来过来约会。哇，这个人飘了啊，不是，这个骷髅飘了，那我就回去和他约会好了。正好我也想看看这约会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你回来和我约会了，你一定非常看到那个约定，我会带你去一个真正特别的地方，一个我乐意花大量的时间流转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我家。那个房子冒火了，没事吗？门是锁着的。这是我的房间，如果这附近你已经参观完毕了，我们就可以进去了，然后做其他人会在约会时做的事情。是，进去。那么如果你已经看完了所有地方，那你想要开始约会了吗？开始。好嘞，约会开始。约会开始了。我看看这骷髅约会是什么。准备好了吗？约会吧。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和鲍瑞斯一起没什么可怕的。这是在图书馆我淘到一本官方的约会规则书。我要准备享受一段很快乐的时光。让我们看看啊，第一波看一下我们镜头上的 CJ 开启约会的时候。犯罪率是什么？哇，我感觉到充满了血腥。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第二步了。哎哥，但是什么？第二步邀请你的弟兄一起约会。人类，我伟大的帕瑞斯将要和你一起约会啊！真的吗？喂，我估计那意味着可以进行第三步了啊！第三步，穿上精致的衣服，以表示你很在意。等一下，穿上衣服，那条挂在你身上的绷带，你现在正穿着衣服。不止如此，今天更早的时候你还也穿着同样的衣服。不，这难道说明你打算一开始就和我约会了吗？好吧，当然是的。如果你自己那么认为，那也没有办法了。不，这居然全都在你计划之内。你在约会方面的造诣比我高深太多了。哦，不，哎呦，你的约会能量。约会能量是什么？你先别以为打败我了，我伟大的帕瑞斯还从未在约会方面被人打败，以后也不会。我能轻而易举跟上你的节奏，你看我同样也能穿着衣服。俗话说，我一直都在异常的服装下面穿着我特殊的服装，只是也被有谁突然邀请我去约会。你看，你觉得我的神秘风格怎么样？我觉得哦，我一直发自内心的赞美之词。你并不能真正理解这套服装的隐藏力量。正因如此，你刚才的发言无效，这次约会不能再进展更多了，除非你能发现我的秘密。可那永远都不会发生。我拿出你的帽子，因为和帕瑞斯战斗的时候哈，他一直都没有戴帽子，结果他换装的时候就突然戴了帽子。我的帽子，我的帽子，啊，我的帽子！果然，好吧，那么你发现了我的秘密，我估计没了什么，这是一份礼物，一份为你而准备的礼物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那当然，意大利面。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是不是？对了，但也错了，这可不是什么普通意面，这是一个能工巧匠的杰作，一个丝般奢华的意面，像在橡木桶中。我先被暖化，紧接着被我金牌大厨。奶奶，这时候结束了，已经不会再有更多的进展了。我吃掉，我尝了一小口。好，这次吃的有多难吃啊？味道不可名状，啊，多么富有激情的表情！我的妈呀，你这不算是一级谋杀吗？你绝对是真的喜爱我的厨艺，甚至爱上了我，搞不好你比我自己还爱我。哦，no！
冲到下巴了。人类，你现在已经清晰明了，你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你所说的每一个字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我。人类，我希望你也同样得到快乐。是时候轮到我来表达我的感受了，是时候让我来告诉你，我帕维瑞斯，我哦天哪，这里只有我感觉到热了吗？该死，人类啊，我很抱歉，我并没有像你喜欢我那样喜欢你。我的意思是从浪漫的角度来说，我非常的努力尝试过，我觉得由于你向我调情，那么我就应该理所应当和你进行一次约会，然后在约会中对彼此的感觉会瞬间绽放，我就是能够对得起你对我的热情了。但我觉得伟大的帕维瑞斯失败了，我感觉和之前没什么两样，反而通过和你的约会，我只不过会让你陷得更深，陷入了你自己对我的强烈爱意。一间由热情构筑的黑暗囚笼没有任何的出路，我怎么能够对我最爱的朋友做这种事呢？不，等等，这不对，我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失败。人类，我将会帮助你度过这段痛苦时期，我将会做你最酷的朋友，并且佯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毕竟你是一个很棒的人，不是吗？失去你的友谊一定很悲惨，所以拜托不要由于得不到我的吻而哭泣，因为我根本没有主权。也对，好，你是骷髅哈，而且嘿，你总有一天会找到一个和我一样棒的人。不对，那种人根本不存在啊！我会帮助你找到接纳第二好的人啊！完了，哦，还有，如果你需要联系我的，这是我的电话，你随时可以来打给我。以柏拉图式的，柏拉图式是什么？啊，好了，我要走了。这块石头上藏满了糖粉，吃石头。继续往这边走，再往这边走就出血站了。哦，这个又是一个上岗，然后也是一个存档的。那么咱们在血镇的这段旅行啊，到此也就结束了。下一次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名叫瀑布的地方，开始我们新的冒险。那么我是大白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